小泉博士，嗨，我是山本清泉，前来保护你的安全。麻烦山本阁下亲自前来，小泉十分感谢。 碰见游击队怎么办？哎呀，谁知道呢！哎，你到后面去，一会儿开战了，你千万别出来。为什么？你真要死了，我可赔不起。你，行行行，到后面去，后面去。 小泉博士，今天晚上我为你接风洗尘。 我已经安排好了几个漂亮的遗迹，来招待你。多谢山本君，不过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<笑>哟西。 谁叫我？谁说我睡觉了？我这叫闭目养神。你也可以休息一会儿啊。等他们打起来了，我们再过去都来得及。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还没到呢？鸡毛。 鸡毛，队长，你忘了，鸡毛不在这儿。这游击队要是在这儿设伏，咱们都得完蛋。是啊。 赵根这小子没准儿斗胆哪儿偷哪儿去了。他娘的，赵根这小子死哪儿去了？这不是虎扑岭这一带都没清理过。对啊，虎扑岭，虎扑岭，他娘的还挺阴森。我琢磨着，这鬼子是不是绕道走了？不可能，这虎扑岭是小鬼子的必经之路，不可能绕道。哎呀，但愿如此吧。 这得抓紧向前赶路，比他娘的当了小鬼子的替死鬼，说的是啊。兄弟们，跑步前进，走，是。来了。 全部是你们可是帝国的精人才，而且在天火陛下极其的忠心耿耿。准备。非常佩服。小李子怎么还不动手？队长，我杀下去了。小李子不动手，我们暂时也不动手。快点，跟上！ 大家准备！
유발소! 맞아! 와! 什么东西啊？给宝贝，给你找回来的宝贝。
你没事吧？大哥，觉得就死了。本来死人，一个是你。不过，大佐阁下，我们是否追击？快去支箱子！好，韦士兵，走，这就下全部是。记得，跟着。嗨，快点，走。